接下来十六个姑娘对我们这位小伙子感觉怎么样？大家可以先考虑一下。那闲呢？请选择。哎，谢谢啊，太给力了。老高兴了哈。双面白痴。来，接下来根据你的感觉，最少灭一盏灯。掐头去尾了。哎呀，那你这蒜没白吃啊！我一瞅啊，你干啥给我俩蒜呢？不是，我就感觉吧，你说你要是上我这当板娘去了，你穿那身谁能来吃饭呢？是不是？我收钱就行了呗。那你一收钱，你收钱，你屁股一下子，这不给人吓住了？